是不是别人请吃饭会吃得更香一点？今天晚上我妹安排我们两个吃火锅，我们去尝尝。走着。哇，好辣呀！把我腿了。我们点微辣，这是中辣，四川小辣椒。啊，这好好看，谢谢。这炒饭看着就好吃。你家甜品咋做这么好看呢？这是草莓的，碰一下。耶。都好好看，咱家甜品。好油。哦，行，把这个盖饭上吧。肥肠炒饭盖个红烧肉，加块扒牛肉，我这是顶配的了，盖饭，顶配的肥肠盖饭，来一口。现在对着啥？豆角吗？嗯。红肉好好吃，扒牛肉。你喜欢吃的肉里边都有。红烧肉。苕皮，苕皮，下来啦！哎呀，我这一下是这样下吗？谢谢。八秒啊，快！现在几秒了？几秒了？时间到了吧？可以吃了吧？哇、哦，快点吃，这个就八秒钟就熟了。嗯，八秒刚好，粉溜溜的。就是弹弹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来一口？你讲我听着。哇、哦，涮个包子吃，在成都真的是啥都能涮，包子都能涮。就有一天，张飞和刘备他们两个在打仗嘛，有敌军在追赶他们。啊。然后张飞和刘备被追赶到了悬崖边上，最重点的来了，张飞就喊、二哥，你快乐吗？关羽说。我快乐个鬼！你快乐吗？我听懂了，我怎么听不懂？大肉串我就没涮过包子，我听懂了。快到那个悬崖边上了，告诉他快乐马。这是我的拌饭鸭血丝儿。哦，又来了一碗顶配饭，还没能吃火锅呢，吃饭都快吃饱了。大肠卤大肠。卤贼够劲儿，他们家那个微微辣是真的不辣。烧菜确实好吃啊！本来是来火锅店吃火锅的，结果把饭给吃饱了。八秒黄喉丝儿，是不是看着就挺脆的？倍儿脆，正是脆的时候，刚刚好八秒。快吃口流量密码，这个牛肉丝儿看着就好吃，看着是不是挺好的？牛肉做的牛肉面，第四杯，第四罐，这是罐子，这不是杯。现在不是来吃火锅，现在是来吃甜品，还有炒饭的。最后尝这个最辣的魔鬼脆肠丝儿，我以为是肉片呢，这是他们家最辣的魔鬼脆肠丝儿。它上面蘸的都是海椒，但没有那么辣。还行，这个脆肠是没有那么辣。成都的微微辣真的就是真的微微辣。这顿饭还是吃的挺爽的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不能带你说的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